总公司说希望能调你到高雄的直营店，笑了吗？我想天宇夹在我们之间应该会非常痛苦，所以我真的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你想要改变天宇妈妈的想法，那不简单。因为我有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吗？你当然可以去追求你的幸福，担心。我担心的不只是周星星复杂的背景，还有他爸爸周正达。TVBS 42台每周日晚间10点，因为你如此耀眼。